会娶我，而不是你。关于婚事，七木早已言明，此生此世，非他不娶，绝不后悔。你可知我今日寻你，所谓何事？你想说便说，不想说便离开。我对猜测你的事完全没有兴趣。你身为上神，难道瞧不出我与往日有何不同？看不出。后池，如今我也是淋漓尽失、灵根俱废之人，比之你当年尚且不如，你可满意了？此事你应该去寻天后或者天帝，来找我做什么？可若我告诉你，我灵力尽失，是因为青木呢？灵兽，太珍贵了，我怎么能抢东华上君所爱？青木上君年少有为，你的那柄太仓神枪更是从我瞭望山中而得，你我之间本就有缘，还望上君不要推却。好，不过。东华上君，青木若在青龙台上魂飞魄散，这小黄泉可否送给我的仙女后池？上君吉人天相，定能逢凶化吉。二殿下，二殿下，紫松殿怕是要出事了。上神之位也好，青木也罢，我求之不得的一切，你却唾手可得。但如今我倒想明白了，胜过你的方法不止一种，做你心里的一根刺倒也不错。你对青木做了什么？他的龙息之毒是我解的，他的性命是我所护，我已把我的龙丹给了他，此生相伴再难分离。秦昭，你为何非要如此？难道不纠缠青木，你便无事可做了吗？这话应该我问你才是。明明连破壳都做不到的废物，是母神的妻子，为何事事都要与我相争？后池，这一次，他一定会娶我，而不是你。公主说笑了。关于婚事，七木早已言明，此生此世，非他不娶，绝不后悔。七木，昭儿，昭儿，你为何不在旭阳殿休养，跑出来做什么？走，跟二哥回去。我不走。听话。我不走。好吃。及时的事。前日午夜。为什么不说？